花果园地铁啊，正在修建中啊。这条地铁的走向呢，就是沿着这个一区嘛，这边是一区步行街，然后那边是白宫啊，什么湿地公园，还有双子塔啊，就沿着这条路，现在围起来的就是在修了，这些都在修那个地铁。今年听说是九月、十月可以通车哈，我看应该也差不多吧。希望早点通车吧。花果园这边呢是地铁三号线哈。哎，说真的，我这两天在花果园，据我自己的观察啊，真的在这边住的人太多了，太旺了，这边吃的东西、玩的东西啊，什么都有啊，太多了，选择太多了啊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热闹的社区，这在国内应该就是比较少见。最重要是这边啊比较便宜，关键是哈，你可以打开美团或者打开抖音那个团购那里，哇，一拉下去全部都是这边哈，啊，而且很便宜啊，9.9块，很多啊，还有就是20块钱就可以吃一个自助小火锅，自助餐也是20-30块钱，好便宜啊！这边，我感觉这边生活成本应该会很低哈、啊，就算你吃个小吃也是几块钱，吃个饭也10几块钱，很正常啊，这种消费。对吧，这边消费还可以啊，不算太贵。还是希望这边的这个地铁啊赶紧通车吧，能够让出行更方便一点。如果地铁通车的话，相信这边的人流量、客流量又会上一个高峰。到处都是商业街啊，走两步路就是一个商业街。不说整个贵州了，我觉得全国的美食都能够在这里找到，味道还是不错的。吃了几顿还在这里，味道还是不错的。哦，太多人了。哇，白宫，这个俗称是白宫啊。其实呢，它的正式名字好像叫做什么艺术中心啊，艺术博览中心啊，是这里最有艺术感的建筑了。